好，指挥中心宣布今天新增了两例本土个案，那这两例本土个案呢都跟新北市幼儿园群聚案有关联，但是他们都是在居家隔离期间所被验出来的确诊者。那大家很关心这一次的装修工人还有他的太太，昨天指挥中心公告他们染上的也是 Delta 变异株，那今天最新的基因定序结果也出来了，确定呢他们的病毒株跟整起幼儿园的群聚案是同一个病毒株，等于说呢这是同一起的感染事件。来听一下指挥中心的最新说明，整起幼儿园的这个序列都跟我们过去国内的境外移入或者是本土的群聚，主要就是屏东还有桃园机师的这个相关的群聚，以及我们所有的境外移入的 Delta 都是不相同。之前有讲过，这是一个在我们国内全新的 Delta 的序列，所以跟过去都不太一样。那这一起群聚的相关个案，在我们关联图上有用红圈圈画起来的，那目前出来的结果都是相同的序列。另外有关于疫苗人口的覆盖率，我们目前已经达到了48.75%，次剂的覆盖率也达到了53.52%，而国高中生将在9月23号就可以在校园里面去打了 BNT 疫苗，意愿书也在昨天收回去。根据指挥中心的最新统计结果，学生的意愿非常高，那至于详细的数字会再进行统计再来做公告。